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轮不到美国说三道四。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在于民进党当局企图以美谋独，美国一些势力打着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幌子，图谋以台制华。美方如果真的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应该旗帜鲜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中方绝不允许任何势力以任何借口为台独分裂活动提供保护伞。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近来许多国家政要和各界人士密集发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义之声，表达对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活动、争取国家统一事业的支持，再次证明国际社会坚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可撼动。搞台独是死路一条，纵容支持台独只会引火烧身。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意志坚定不移，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